最好别打扰他。这是什么？我怎么消失了？我消失了，又出现了，我消失了，我又出现了。哎，太好玩了！嘿，好玩，他不见我。找谁一起玩呢？对了，去吓唬吓唬小兔子。亲爱的小兔子，别送胡萝卜了，咱们一起跳舞玩吧，怎么样？我再去找其他人试试。Thank you.
让你们领教下我的新球棍。耶耶耶！嘿，来看看我的新球棍。Thank you.
哒哒哒，所有动画片都到哪里去了呢？让我们开始调查一下吧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动画动画在哪里？按下这个麦克风，玛莎与熊就放松。就是这么简单，你也来试试。